学姐，你傻笑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。啊？哎，你这个钢笔是陆十一送给你的吧？对啊。你看，这颜色啊，是不是有点俗？但是吧，我喜欢。只要是他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学姐，嗯，你该不会是喜欢陆十一吧？对啊，我喜欢他。哦，对了，小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你说，只要是你的，我一定帮。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张电影票给陆十一？你害羞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帮个忙嘛。情书。姐。大头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事儿啊。这么巧啊。嗯。我正好也找你有事儿呢。啊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先说。情书，明天的票记得去看啊，不准迟到哦。你要请我看电影啊？太阳没从西边出来啊。哎，你这么啰嗦，去不去啊？到底去，谁说不去了？那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一高兴忘了，等我想起来我告诉你啊。啊，行，那好吧，那我走了，记得啊，不准迟到。不会的，拜拜。拜拜。